这个小家伙，哎呀妈！没妈妈了，眼睛睁不开。是的，姐有个事儿，那个就是，我那个院对面那个明老便利店，知道吧？他家那个大狗，下崽了，下了7个崽，不6个崽吧？大狗得脑炎了，死了，没救过来。那个小崽儿现在好像才7、8天，完了他整个超市里也没法伺候我那个狗，他就让我问问你这玩意儿怎么办呢？你那能不能给养的那个就是给拿走养的是咋整？他让我问问你，能不能帮忙忙的？他也不要了，他说那啥，他没法整了，太多了，大狗死了咋的？反正他给我打的电话，让我帮他问。我这也不行啊，我这是3条，房东关键他不让养，他要养行，我就都给他拿回来养大了。行，姐，我那个现在过去吧，我看一眼那个情况，不行就接基地了。咱基地有羊奶粉，有羊奶粉喂吧。走吧。到了啊。家那个是一个狗，死了。是养奶狗的。在铺里了。在哪儿呢？我进去看看。啊。从后面走啊。咋整的？他妈死了。没救回来。老爷那玩意儿就抽搐。突然。那跟我家有个狗一样。那小狗咬人呐！哎呀，这几个小家伙，哎呀妈！没妈妈了，眼睛睁不开。姐，这个睡得挺好，回去喂奶粉吧。几天了？7天。才7天呢。挺可爱啊，嗯，这要真养的，是早呢，12天，得10来天，半个月左右。还白小纯白的狗还有呢，啊，他妈妈大狗小狗啊？小狗，不对，大狗这么大，跟那大狗一般大，不是那个小，5、6十斤，你没睁眼睛了，不要了吧？那这养不活呀。你不要，那我上那试试呗，我能养活多些算多些呗。行，我那有羊奶粉，你这搁这是肯定是必死了。对呀、啊。你也不知道为啥，我回家给他。你是店里这个店里头。对，我就是上面那个救助站的。知道。啊，知道。行，那走吧，抱走。谢谢你。没事。你给搁装纸壳箱里多好啊。对，你搁垫子不好兜。那垫子不要了。可怜这些狗崽子。都没有妈妈了，从小没妈妈。店里拿的吧。还纯白的这狗，嗯，还有3个纯白的，4个黑的。他捡过小狗，他没睁眼，有一个礼拜了啊。哎，一个礼拜回家我给他治。走吧。咱家还有俩狗呢。嗯。这狗挺好看。它这么大，就这么大的狗。行。我一开始我还以为秋田犬。啊、不是，他那狗长得好看啊，挺长得挺好看。我给你救活了啊，到时候看看能救活几个。行，谢谢。啊，没事，告诉你一声。你给他舔我呢？哎，咬我呢，他饿了。爹，他饿了，回家给他整奶粉吃。回家给他整奶粉吃。给这个狗啊，搁上面吧，别搁下面。嗯，7天狗妈妈就死了。我看男孩女孩，小男孩，小女孩。哎，这狗是不是他家那个狗的？那狗是他爸爸呀？来，嗯，哎妈，那能叫呢？
赶紧回家给他整奶喝，饿了，全饿了。还长得挺好看呢，你看他们长得，一个小脸长得挺好看呢。这七个孩子长好玩了，还纯白的，能救活多些算多些啊，咱尽力而为。喂羊奶粉回家。哎，在车上一直叫。看一下。小男孩。小男孩。小女孩。小女孩。小男孩。小女孩。小女孩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几个小男孩，几个小女孩，请回答。你说呀，四个女孩，三个男孩。确定吗？一共就七个。对。十以内加减法我会。贼溜。老呢？我去找啊。我整到羊奶粉了。羊奶粉有，整了点热水。啊。都热了，嗷叫啊。啊，直直叫唤。我给放这屋了，我让风吹上。放这屋了，老爷手里头在。怎么着？猛虎，猛虎尽力而为呗，全力救呗。那搁他那儿，他喂牛奶粉，给他可是可活不了了。有的都快睁眼睛了，我刚才看。啊，我看有几个快睁眼睛了。走，给他整牛奶粉。找个人用，盆给咱下面没有奶瓶吗？啊？咱下面没有奶瓶子吗？什么？奶瓶？奶瓶有啊，我找不着啊。没会儿过去找，我把它凉了先，别冲了。凉了。我提前给桌子们。喝了吗？这七个孩子，两个小时一喂，再给他喂长大了，能跑了，能吃粮就好了。这得个十天八个月的吧？那得，他能吃粮来了一个月。粮食都喂不活呢，万一喂活了呢？喂过几个算几个？我这喂活一个。一个喂猴一个，他们这几个瞅着孩子挺壮的，嚼东西好吗？高钙低低米配方。行，先豁了开啊，豁了开，一会儿下。没，奶奶，他得那个水温凉一凉，那烫不行，不是搁开水烫的，他们就瞎搁这儿瞎整不行。我意思，你先把那个奶粉豁开，豁开找它凉。至少一天，600到300毫升，每两时喂一次，我写那频率。嗯，两小时一次。两勺是60毫升。这些的一斤，一斤你想吧，一斤就是就打500毫升，毫升就是20勺，这得18勺，这一斤水吧，这搁18勺，好了吧？知道吗？你查点呗，快多了啊！
那都得没事。那你别快扫了。固定。你喝一口尝尝吧，你们。太热不能给我喝。嗯，来，怎么样？看，粘稠度哈。可以、啊。那行。嗯。跟这比例差不多。一斤水。这边都挂边了。嗯。粘稠度可以。热呀、啊，真的。热啊，就温热温乎。它这个水，我刚才拿的时候，它的盖是周围的，我上上面那家找的，咱底下还得烧呢，看，对呀，嗯，挺浓吗？嗯，饼干不喝，他现在他就得喝奶，先喂喂，被吓整，喂拉稀了，操蛋了，喂拉稀可摊大事了，好，走了，我看能不能给他找小奶瓶，不能找小奶瓶，我再找个小，那个。注射器，注射器，嗯，给他起个孩子的，走，给他整个给他整个小，有个新笼子，找个新笼子，新垫儿，下面好像有吧？我找一个，看，我找这个，搁这个新笼子呀？啊？搁这个新笼子呀？你搁旧笼子之后，它万一残留细菌的话，该给俺狗传染了，那几个小狗要处理不好的话，传染性咬的话就废了。你把那拿上去吧，收到台。放，他领那个，找个臭娘那个屋子里，放那个咱家新的犬舍里。犬舍耐高那地坪，臭羊那就是屋。对。行了吧。老太太把奶拿着啊，搁哪呢？奶奶呢？刚整完了，上了。上台，咱走。这笼子太沉了，搁这行吗？行。到时候喂吧。他们几个呢？饿了啊。我找个啥东西坐着啊，坐着给他喂奶。我刚吐完在这屋里。这凉了。也行。是。我给你找东西。不行。啊。不行，凉了，坐着。看他会不会吃啊？会，刚才给他裹东西，他裹可好了。给你抬下来吧，往坐车上不行吗？你穿单衣吗？小季说。困了。他不饿，要白的饿。你看这白的哈，这白的肿的。给他找奶吃。这个奶嘴是不是大呀？我看那还有小的奶嘴。哪儿呢？那不就有小的吗？有。那太大了，我说怎么回事呢？这太大了，不是这个型号的。这老太太折腾不像孩子好。刚搬完家，刚整完了，新救过来一堆这玩意儿。哎，他拉粑粑了吗？啊，他拉吃的啥呀？他说他不自己能喝呀，他裹呢，他那裹呢。你给，这个太大了，我估计太大了。舔的怪来劲儿的，热不热呀？不热呀，都凉了，大家都折腾多长时间了，都温乎了。他听话，哎，吃了，哎，吃了，哎，上钩了，哈哈，这太大了，好像一狗洞有点，哎，他上钩了。
这个我会鼓，吃饱了，这一个睡觉吧，就他两个，其实这个小黑的有点娇，这小比较小，那就长得真小，长得几个小，小一圈，跟这个就近点就行。对呀、啊，哎，就是这个，你整那个都塌塌塌啥眼来了？那个狗吃的啥呀？怎么拉粑粑这样的？吃奶的狗是那样。它苞米面呢？哎呀，这个做。它那个盖儿有盖儿。啊，我看看怎么整的啊？啊，深一点，啊，深一点。这个更得深一点，对。哎。自己带眼的，这是没有要不归的，给你兄弟吃上奶。哎呀，我这我吃上奶，给你。咱那屋没有纸啊。擦洗吗？擦洗，拉粑粑啊。我出纸。来，现在试试啊。这事这个眼儿跟你差不多了。我没掐你啊！哎呀哎呀，这小喷嚏打的！耶耶，这急呀耶，这抢！上钩！感觉大奶嘴太大了、嗯，塞不到嘴里去啊！能吃的。奶瓶往斜上面搬点，少点的奶，这么整是最好的。对，你这么整，哎，嗯，咱不用抱着，嗯，没吃着，它不出奶，它叫啊，咋不出醋？你挤，粑粑从我手里，你挤一下看看。他吃的啥呀？这不是正常吃的东西，喂苞米面啊！哎呀，你这个装点儿，这咋不吃呢？不饿呀？他刚才吃的，那俩没吃，那俩搁那找呢。那四个黑的不吃。让他尝着点滋味的。这回老实了。你挤他对眼，他尝着滋味他就吃。